部分显卡都跌穿原价了，一年一度的618也要来了。现在啊，配机的用户肯定不少，那今天给你们来一期实用且性价比高的搭配推荐。首先啊，是显示器熊猫 PG25FA5， 只需799就能拥有一款24.5英寸加144赫兹加 IPS 面板的显示器，并且啊，拥有98%的 sRGB 色域覆盖，观感素质并不弱于千元级 IPS 面板。不过由于成本的限制，支架做工比较粗糙，但背后有 VESA 接口，你就可以选配一个显示器支架。强烈推荐这款松能显示器支架 T7， 618起件只要369。作为松能显示器支架里的高端货，颜值扛打的同时还带来了9000克的承重性能，哪怕是带鱼屏也能安装使用。3轴联动，360度旋转调节，对于需要组件桌搭的用户来说，不仅颜值高，调整迅速，还能省出不少空间。最后就是打游戏必备的人体工学椅，一把合格的人体工学椅之前总觉得都是大几千，但这款松能 Y8 居然只需要999就能拿下。4轴联动，腰背分离，又支撑，还有档位调节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并且啊，这个价位还自带脚托，打游戏打累了可以直接拉出来睡觉。以上3款全部入手也不到2000，新装机的粉丝们618可以考虑开冲啊。